干大想走，做一个。咱们这种人，迟早会被干掉的。我不是江湖上的人，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谁的枪？我的。表哥，你开过你吗？英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我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只手成功了。 你自己把自己弄成个折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跟哥回来一边说一声。再弄人是你的了。你若为吧。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无情。那你敢伸手用我了？